可你见过哪条小鱼掀起了大浪？可是您再这么放养它，它的舞台会越来越大。海里的风浪会不断的激励它，以它的聪明，很快就会成为一条大鱼。到时候啊，连您这么爱钓鱼的人也只能抛出鱼线而收不了竿，白白浪费那么多的鱼饵。笑笑，你们女孩子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 还是他最近走的比较顺，你嫉妒了？董事长，瞧您说的，我跟他之间能有什么误会啊？我这一切可都是以您和公司的角度考虑的。我当然知道，不然你也不会一大清早开车过来跟我说这些。谢谢董事长理解。我理解。啊，对了，我太太跟儿子下星期过来上海，我应该没时间陪他们。 到时候，你帮我带他们去转转。董事长，这是公司的任务，还是您个人的任务啊？是公事，也是私事。你知道，我一直不把你当下属看待。您放心吧，不论是公司，我呢都保证完成任务。 这些呢是我们小组刚做好的一些设计图，你先看一下。辛苦啦！啊，星爷，我八卦一下行呗？你昨天真的去单刀赴会那个投了旗啦？就没出什么事吧？没有意外吧？没事儿，我应付的可好了。那就好。 星爷，我真的觉得你变了好多。变了？你不要误会，我是说，你变得越来越从容了。哎，就比如，要是你刚来的时候，摊上这种人，肯定要么就暴躁如雷，要么就甩都不甩人家，扭头就走。可能现在你接触的人层次越来越高了吧，你能应付得非常从容这一点。 我真的非常羡慕的，你说的那是你吧？要是放在从前呢，我遇到这样的人，一定会嗤之以鼻，然后离他远远的。至于你说我现在变得从容了，应该不是因为我见的人层次越来越高了，而是我越来越多的看到了人性当中一些不确定的东西。 那些东西很有趣，也很迷人，所以让我有探究的欲望。你看，我就分析不出这么多道道来。以后的话，你要是再遇上这种让你为难的什么饭局啊、酒局啊，你可以叫上我呀，反正我能喝，对吧？咱们不能光被别人恶心到，咱也去恶心恶心别人呗。好，这是你说的。 这个怎么找啊？这个在10楼101。啊，谢谢。哎，胡总，大驾光临，都不提前通知一声，我好弄个仪仗队欢迎你啊！哎呀，我就是个闲人嘛，有什么仪仗队啊？哼，你这是搞突击检查，还好我们东城不怕参观。 我是刚好路过而已，来来，上来参观。好啊，来，请。张董，哎，你好。这位是盛世投资的胡总。胡总你好，真是久仰大名了。我平时挺低调的，怎么你们都认识我？胡总自带气场，想不被人知道都难。<笑> 我今天呢就带胡总来参观采购部。啊，没问题。胡总请。请。啊，这里呢是我们新进的一批钻石，他们正在筛选。哎呀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裸钻。<笑>
为了降低成本，去掉不必要的中间环节，我们东辰呢打算买下一个钻矿，以后胡总再想看钻石就可以直接去现场看了。哎，这个靠谱。哎，胡总啊，采购部的业务就这些，我们上设计部瞧瞧，那可是东辰的核心部门。好啊，来这边请。好，胡总请。嗯，张总辛苦了，谢谢。董事长好。嗯，如果说东辰是一部不停运转的机器，那么设计部就是东辰的心脏，是发动机。来，董事长好。继续工作。我去打个招呼。董事长，顾总您好。顾总监您好。您好，打扰你工作了吧？没有没有，我现在手上的确有些工作要马上完成一下，那胡总您随意，董事长我先去了。嗯，你先忙吧。来，你继续谈。胡总，顾总监准备再成立一个工作室，孵化新的品牌，把握市场的主动权，我们还要争取成为钻石看货商。不是让顾总监给你介绍一下工作室的构想？哎，你别叫他，咱们这些闲人啊，总是打扰人家专业人士工作，好意思吗？这不道德。我虽然叫胡凡，但是呢，我不胡来，我特别尊重这些专业人士的工作规律。胡总投资有道，我终于知道你比那些优秀 VC 更厉害的原因。哎呀，过奖了，过奖了。哎，去我办公室喝杯茶。嗯，林总。哎，老张，来，你说一事儿啊。你不在的时候啊，盛世的人突然来实地考察。哦，搞突然袭击？突然袭击不奇怪，胡凡这人呢，向来不按常理出牌。但是我听说，卢斯里花大价钱买下了地美在加拿大一个钻矿10%的股份。消息可靠吗？可靠。至少要拿到10%的股权，而且必须是独家，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有竞争力。可是咱们东辰的资金现在可是明显的不足。我来想办法吧。您好，我找一下陶乐奇陶先生。对不起，我们这里没有这个人。哦，你好，请跟我来。你们这里到底有没有叫陶乐奇的这个人啊？也有，也没有。什么意思啊？只有名片被验证通过的人才会被接待。嗯，我也只知道这么多，见谅。嗯，我们这边请。谢谢。你先坐着等吧，陶总可能去洗手间了。好，谢谢你。总监，稀客呀！好久不见啊！哎，叫错了吧？啊，齐哥。对喽，这听着就舒服多了。到多久了？啊，也没多久，看到您不在，我就起来活动活动筋骨。您这办公室好气派啊！还行吧，不过你们设计师啊，确实得经常出来活动活动，防止过劳死嘛。是啊。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
我想要跟您敲定一下关于看货权的事儿，最好可以推出一张时间表来。我正想跟你聊聊呢，来坐。怎么说呢，齐哥？现在这个事儿吧，变得有点复杂。我呢是想还你们黎董事长一个人情，毕竟是老朋友了。而且你我又是这么谈得来，但是现在问题出现在这儿了。现在呢，多出几家公司来争这个抗核权，这就比较麻烦了。大致哪几家公司你也能猜得到吧？其实我搞定这个抗核权呢很容易，生意人，毕竟以生意为主。当然了，我肯定会优先考虑你们的。我要看哪一家更有诚意。哎呀，谢谢啊！这件事情的确让齐哥很难办，我可以理解。理解，理解就好了。这件事上升到公司的战略部署。好，越快越好啊！相信不用我提醒，顾总监就应该能知道。这个抗货权对一个新成立的工作室的意义在哪里？这可不是花钱就能搞得定的东西。我当然知道，所以齐哥，您再等我们两天，我再跟您联系。可以，但是不让我等太久，机会可不等人的。哥。这个是我从王晚东备用的笔记本电脑里找到的。果然启用了备用的笔记本电脑啊！哼，他肯定知道办公室的台式机被攻破了，所以弄了一笔记本。不过你知道的，这对我来说够不上什么障碍。行啊，小子，够厉害的。哎呀，全当你是夸我了吧？哎，对了，这里有李卓然特批的那几笔钻石矿的去向，都是地美矿业。这个地美矿业什么来头？这家公司的老板在国内国外都很吃得开，手里有很多稀缺的矿产资源。我和张董事正在和他接触。这个李卓然居然跟地美矿业有这么频繁的接触啊！我怀疑这个地美矿业在帮人洗钱。有证据吗？我初步调查了一下，来往用的都是假户头，而且我又查了一下这家公司的财务报表，漏洞不少。他们的客户都有很多账户，而且这些账户现金交易频繁，单笔或累计的交易金额都很大，这些都是洗钱公司的典型特征。我知道了，关于地美矿业的情况，你就不要再查下去了啊！为什么？不为什么。可是，别考试了，这就不是你该操心的事儿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哎，对了，哥，关于顾星岩开工作室这事儿，你怎么看？多创了一个品牌，对东辰来说未必是件坏事。哎呦，真难得啊！你终于不在他的事儿上投反对票了。我还是投了反对票。为什么呀？这个工作室如果被人利用了，这事儿就不好说了。我有这种担心。我总觉得董事长会对这工作室做手脚。顾星岩虽然在工作上有些能力，但毕竟还太嫩，缺历练。我再劝劝他吧。你最近是不是在帮着顾星岩调查一个叫陶乐琪的人？你怎么知道？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，反正你自己小心点就是了。哦，知道了。那行了，该汇报的我都汇报完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对了，这单我都买完了。你买什么单呀？你都给我买了这么多年单了，我现在好歹也是一职场精英啊，这点单买得起。走了，哥。
谁啊？哟，孟总监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，董事长不在，我就不能来见见陶总啊？哎呀，哪里的话，我陶乐席的大门永远向美女敞开。来来来，里边请。请请请请，啊，来来，这边这边。来来来来来来，这边这边，里边请。来来来来，小心台阶儿。陶总的家够阔气的。啊，还行吧，装修有几年了。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，来喝杯茶喝杯茶。茶满了，满茶才惊人嘛，啊，是有点多，啊，来来来，谢谢。哎，陶总看什么呢？当然是看你了。哎呀，孟总监。跟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一样漂亮。我记得是李董事长带着孟总监第一次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，我眼睛就一亮，心想这姑娘真是太打眼了，我就深深记住你了。但是碍于孟总监身边有李董事长坐镇，不方便多加接触。这几年过去了，孟总监跟冰冻美人一样芳华如初啊。陶总，你这个口才不应该做矿石买卖，你应该去参加脱口秀，没准能拿冠军呢。哎，字字属实，我就当你在夸我。孟总监一个人出现在我眼前，是为了李董事长而来，还是为了……我今天过来，董事长不知道，我是为了自己而来。啊？这个我有兴趣听。我想和陶总做个交易。孟总监也对矿石感兴趣？恰恰不是。董事长和顾新言最近在托你办的事情，我都清楚。我也是为了这件事情而来。继续。我觉得顾新言的工作室目前不具备拿到看控权的资格，所以我希望陶总可以和我有一样的想法。我的想法其实一点都不重要，但是孟总监的想法跟李董事长的想法完全大相径庭啊。所以我刚刚说了，我今天不是因为他而来，而且我希望我们俩今天的谈话，董事长不知道。哎呀！啊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哎呀，我早该想到了。啊，顾星言在李董事长那得了宠。抢了孟总监的风头，我说的没错吧？女人的嫉妒心呢，真是个要命的东西。这个事儿呢，可以答应，有句老话说得好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我陶乐齐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呢？嗯，我欠你一个人情，在适当的时候可以还给你。成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，我答应。
我刚才给你打电话，你怎么没接呀？嗯，我刚才谈事儿呢。总之呢，顾欣妍这一次拿不到看活权了。你又自作主张。行了，你就别管了，我有我自己的想法。这是我在一个 U 盘上看到的 logo， 你看这个 U 盘是不是很特别？这种 U 盘叫潘多拉魔盒，自带加密和自毁功能。如果没有密码，硬是打开的话，里面所有的资料都会毁掉。那这么说，这个 U 盘里面放的一定是很重要的东西，或者说，是见不得人的东西。你从哪儿来的照片？这是陶乐琪的 U 盘。你见过这个人了？嗯。你一定要离这个人远一点。虽然我还没有查到更多的资料，但是可以确定，地美矿业和这个人的底子都不干净。我知道了，我会小心的。好了，我们不聊工作的事了，赶紧享受美食吧。怎么今天这么早就过来了？真让我没想到。怎么昨天晚上没有赌几把，找个妞玩一玩啊？哎呀，您说那是以前的我。自打上次澳门输成那样之后啊，最近很少上牌桌了。坐。哎呀，那你今天来找我是？前阵子不是跟您提过成立一个新的工作室，开个看货权吗？我这仔细一琢磨呀，这忙我不该帮李卓然的。他欠我的钱还没给我结清呢，后面几笔钻石款结的也特别吭哧瘪肚，不痛快。要不然就算了。过来，我特意跟您知会一声。按理说，李卓然这几年开销不会那么大呀。马哥，有所不知，以后的亏空啊会越来越大。现在啊，东辰变天了，采购部啊换了大把的人。销售部也不是李卓然一手遮天的地儿了，没权了。我知道了，东辰那几笔账给我做干净点，听见了没有？马哥，看这儿，都在里装着呢。你少给我嘚瑟，把这项目给我看好了，一旦出现什么纰漏，你小子在这可混不下去。我办事儿。放心，放心。喂，齐哥。星妍妹子，现在有空吗？我想见见你。好啊，那我现在来您办公室找您吧。啊，不，我现在不在办公室。那您是在哪里啊？在我家。好。齐哥，哎呀，星妍妹子，到的这么快啊！来来，快快快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穿的真漂亮。哎，齐哥，您这是？啊，小区最近招贼了，不得不提防点啊。来，里边说话。哎呀，再说了。这大白天的能干点什么？
但是有些人呢，不得不防。有些人呢，专门喜欢在白天干点什么。哎呦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齐哥的爱好还是很正常啊，别紧张。您真会开玩笑。哎，错了错了，这边请。哇，这么多酒啊，齐哥。略备薄酒，上一次啊，跟你喝的不尽兴啊，咱们边喝边聊。来来来，坐坐坐。齐哥，嗯，您特意把我叫过来，到底是为了什么事儿啊？我可是推了中午好重要的一个会过来的。我有同样重要的事情，我必须第一时间告诉你。咱们边喝边聊，喝点红酒怎么样？嗯。哎，既然要喝的话，那就喝点烈的吧。Whisky， 怎么样？哟。看不出来，星妍妹子还是个烈性子的姑娘啊！敢喝威士忌啊？烈不烈性子不知道，但是我就知道，喝酒嘛就应该烈一点才够味儿，对吗？就喝威士忌。来，齐哥，我先敬你。同意。啊，也干了，好好好，干了干了。干了干了。干了。齐哥，这酒也喝了，您现在总应该告诉我，您叫我过来到底是什么事儿吧？是这样啊，看货权的事儿啊，齐哥是真上心了。我呢，不仅找我的 boss 疏通过了，我还通过我很多的朋友找了很多的人脉。但是碍于戴尔普斯今年对看货权把关极为严格，齐哥能力有限，没能帮到妹子，你不会怪你齐哥。怎么会怪齐哥呢？看货权算得了什么？我今天都见到您了，这可比看货权更加重要。对，我们努力的工作还不是为了更加美好的生活，不是为了要见识到更多更优秀的朋友吗？对，对吧？您看齐哥，我都已经跟您在家里把酒聊天了，我还在乎看货权？我没那么拧巴。全对上了。来。啊！你给我干了！干！啊！你没事吧？哎，没没事没事没事。就这样就小 case。哎呀，这没想到星妍妹子不仅仅是啊优秀的女性设计师，还是这么通情达理的明白人。齐哥，那是因为今天见到了齐哥，我开心。来来来来来，我再敬您一杯。一口一口啊，嘿，嘿，一，又，这，干了，干了。哎 ，Jacky， 你找星妍？哦，对，他出去了。哦，他去哪儿了？那我哪知道啊？走挺急的。你找他有事儿？哦，没什么事儿。那我先走了，谢谢明哥。好，行，拜拜啊。齐哥，嗯，因为我的工作范围有限，所以我能接触到的个人供应商真的不多。嗯，您算是我最聊得来的一个了。哎呀，所以呢，嗯，虽然说这次看货权的事儿，您没有帮我完成，但是呢，如果以后有好的人事，请一定要想着我，
向着东辰。哎，必须。来，齐哥，我敬你。哎，好，一口。一口哪行啊？一口我哪对得起对您的崇敬啊？我干了，您随意，行吗？太厉害了，齐哥，真的太厉害了！呀，威士忌喝完了，咱们换红的吧。新月妹子，你怎么能这么能喝呀？我酒量好吗？好。啊，那一定是因为遇见了齐哥，我高兴，所以我多喝一点儿。来，齐哥，我敬您。嗯。齐哥，我祝您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天天开心。别过生日去。您啊。我还不过生日，别过。啊。齐哥。喝不下。行，我喂您，行吗？来，我喝了酒。来，我不喝了，不喝了。我喂你。来，齐哥厉害了，齐哥啊，就快喝完了，齐哥。哇，齐哥真的是太厉害了，齐哥，真的。来，我们再来一杯。不行，别倒了。那个妹子，哎，改日再喝啊。今天啊，喝得非常开心啊。那个司机在外面等我，我得回家啊。不喝了？不喝了。今天我就不打扰了，改天到七哥家里面喝啊。我呢，先回家了啊。回家了？不用送我。齐哥，回家了，齐哥，星爷妹子，
青年妹子。喂，齐哥，您醒了。哎呀，青年妹子，你这怎么回事啊？走的时候怎么不跟齐哥打声招呼？齐哥，您这个人也太不拘小节了吧？可是您邀请我去您家的，怎么着客人还没陪好，自己就丢下了，害得我就只能扫兴的打道回府了。哎呀，怪我怪我啊！哎呀，真不是齐哥酒品差，真的是，你这酒量实在是太好了，真的是超乎我的意料之外呀！啊，怎么？哦，我全力陪您喝酒，倒成了我的不对啦。没有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么晚给我打电话，还不是来兴师问罪？哎呦，星妍妹子，你想多了。哎呀，我哪能向你兴师问罪啊？我得向你夫亲请罪呀。哎呀，我就是想问一下。下午我们喝完酒之后，我们两个人之间，哎呀，我都不好意思。哎呀，我们两个人之间，你懂得的，啊。您还说您没喝大呢，连自己做什么事情都忘了。齐哥，您还是好好醒醒酒吧。哦，对了。我在走的时候，我看到您手上拿着一个东西在玩呢。哦，就是上次我们吃日料的时候，我在店里帮您捡起来的那个东西，怎么，玩丢了？哎呀，谢谢妹妹关心。哎呀，你哥我啥时候丢过东西？丢是没丢，这跟丢也差不多了。这怎么办呢？这可怎么办呢？这么早找我，有什么事儿？我有一个东西想要给你看看。什么东西？把手伸出来，闭上眼睛。想什么呢？帮我看看能不能修复啊？修。这 U 盘，这可少见啊，大哥！是是是，你帮我看看能不能修复。行，我现在给你检测一下。好，好好测测，好好测，好好测测。怎么样？我这都数据都在吧？哎呀，不行，打不开啊！别着急啊。东西在吧？不好意思啊，大哥，你这个不行了，彻底废了，烧了里边。哎呦，兄弟，你要多少钱我给你加，要多少钱我给你加，行吗？一句话，多少钱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大哥，不是钱的事儿，你说能修好我能不修吗？对吧？放着钱不挣，我傻呀我，真的修不好了，彻底废了。